那我们在这边预言，还有跟修修 ，Hello，这边偷偷的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偷偷的彩排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假装都不知道，不认识你们，然后下午会有惊喜哦。祝你成功哦！谢谢。那我不会特别刁难他一些动作啊，或者这样子，说哎、欸、你要怎么做这样子，他怎么摆 pose？ 本来不专注在摆 pose 上面，那你就先来了。哦，那你负责拿这个牌，就是到时候我们讲说，我会讲说好，那你他已经蕊得差不多了，已经差不多了，好，那正式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反正你忘词了，你就照你本意讲就好了，你就不会紧张了。那你如果一直去想那个内容，你就会忘词了。等一下，他没办法等你。那个汤常常看，他昨天担心了一个晚上，说这个汤还不错，这个汤会失败，不会，我怕会太多。不要吹了，那个不要吹过，吹这个，你要从这边一路吹过去，一口气，是认真的吗？是有这个游戏吗？高低有差，讲两个吧，讲两个，有一个，好，我要讲一个，这个我还是要再讲一下，就是身体健康很重要，我希望我的家人还有我就是重要的人吧，就是身体都要很健康，真的，然后再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大财。你想赚钱吗？不是两个啊，一个是身体平安，一个是赚大钱，钱是拿来花。
梗。拍照，谢谢。拍照，谢谢。